大家好，我是小武老师。小武，专业运动员出身，11岁开始习武，师承少林寺武僧是德军和世行山，学习外家拳，精通长拳、少林拳、螳螂拳、醉拳及刀剑枪棒等各种器械，曾荣获多个国家、省市级武术比赛冠军。在校期间，以专业课第一名的成绩被重点大学特招，现任预计太极云台山养生功法训练基地资深养生教练，专修健身气功、太极拳等传统养生健身功法。在这套课程里呢，由我来带领大家一起学习这一套健身功法八段锦。那么这套课程里包含了以下四个内容：第一，整套功法的完整演练，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习练；第二，分式教学，也就是每式动作的详细教学，带领大家把每一个动作都仔细的学习；第三，是我们的呼吸搭配，带领大家一起来学习动作和呼吸的搭配；第四，整套功法的健身功效，让我们更全面的了解这套功法。同学们，八段锦是一套有氧运动，所以建议大家在开放的空间、空气流通好、植被比较多的地方进行习练。时间呢，建议大家在每天早上的7点到9点之间。那么这个时间点呀，是我们太阳刚刚升起，植被开始光合作用，释放大量的供氧，更适合做运动。如果是夏天的话，大家可以适当的把时间提前，通过练习我们的八段锦健身气功，对我们人体关节肌肉进行抻拉、旋扭，配以科学的呼吸，能大大加强我们人体的血液循环，改善了人体神经系统，同时疏通经络，调节情绪，增强自身免疫力。所以大家一定要坚持练习。那么关于八段锦这套功法的特点，我们可以总结为以下24个字：柔和缓慢，圆活连贯，松紧结合，动静相间，神于形和，气与其中。其中意味我们在接下来的学习中更加深刻的去体会。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进行整个课程的学习。